10块钱一个的秋月梨，我一定要好好品尝一下。给大家买水果了，这个是我自己要吃的，还是10块钱一个的。你对自己都这么舍得，想必对同事们也会很大方吧？我来帮你分，要分也是我自己分。我请大家吃梨。其实啊，我平时呢是不怎么吃梨的，不过既然是你的心意，那我分。我去还我。江十七，我是你的主管，竟然敢耍我，信不信我现在就杀了你？我们公司开人，什么时候轮到你说了算？厉总，我这是在教新人融入集体。你考虑的倒是挺周到的，新人是该融入集体。那就你请全公司的人吃午饭吧。有心了，时间，走，我给你介绍介绍公司。好。时间，这边是业务部。看来十七喜欢的人是我哥，不是我。浩群总，这个是我叠了100天的纸星星。其实我喜欢你很久了。看来你的心思不在工作，那你自己去人事提离职吧。看来浩群总不喜欢想攀附他的女人。江十七，看我让总裁亲自开除你。江十七，我问你，咱们总裁叫什么？刘浩群啊。那你下班之后都在干什么？我爱你干什么干什么，上班了。别发癫啊。江十七，你是骂爽，但是我也得到我想要的。他喜欢我哥，他喜欢我，他果然还是喜欢我哥。浩群总，您必须把江十七给开了。你最好给我一个合理的原因。因为江十七对你有非分之想。哟，我怎么看出来？我有证据。我爱刘浩群啊。这怎么还有点卡壳？有没有切实点的证据？您是说搜集物证包在我身上？快月底了，这一包鲜棉我吃了2天了。哎，属实受不了了。当当旺的，今天我有意想不到的好运发生哦！买00快鲜08，我给大家点了肯德基快发财新春大军统，年末了，祝大家早日发财。哦，这一口下去，口感脆嫩，嗯，香浓。而且里面还有玉米浓香，这跟我点过的炸鸡都不一样哎！祝你 KFC， 祝你快发财！麦玲玲真准呀，郭主管这种铁公鸡都请客了。哎，郭主管，你也一起吃啊？不用，你把这个给我就行。啊？浩群总，这就是江十七给您准备的爱心餐，这就是证据。这真是十七给我准备的。总裁，您看这上面还有他的名字。还真是十七的，三文鱼、鱼子酱，连小龙虾都摆成了爱心的形状。他这么抠门还愿意为我花钱，那当然，我可是下血本的。他可真宠我。总裁，那您看开除江十七这件事，在此之前我还有更重要的事啊。承认吧，十七喜欢的是我，你退出吧。十七亲口跟你说了。哥，你真不懂，女孩子表白哪有当面说的呀？我不光有物证，我还有人证。总裁，您找我。这些就是你搜集的十七喜欢我的证明？没错，这可是江十七亲口说的。我爱刘浩群。这是剪辑过的，你听不出来吗？那这便当可是十七昨晚亲手给我做的。昨天晚上十七不可能给你做，因为他跟我在一起。浩群总，你听我解释。你敢耍老子，你被开除了，滚。你怎么一遇到十七这智商就下降了？可能是我太想相信十七喜欢我了。哥，我现在知道十七根本就不喜欢我，你要好好对十七，不然我还会把他抢回来。谁说我不喜欢你的？那昨晚我听你爷爷说你喜欢吃巧克力，修炼了一个月，还拜托爷爷和哥哥来家里面品尝味道。不够甜，我孙子喜欢甜的，尝一下。十七，你这是看上我二孙子了。大孙子，你输了。其实我们两个是双向奔赴。